从1998年 T 品牌代工的小型工厂，因应生产需求不断扩大到五个厂区的规模，拥有16年开发经验的凯谷实业，靠的不是运气，是一步一脚印的努力。为了更长远的发展，于2014年整合所有的厂区至嘉义，投入更多资源，持续深耕更高品质的真空成型制品。凯谷可以提供客户各种材质塑胶真空成型制品一条龙式服务，从设计、模具开发、生产到组装出货，一次到位，完全满足客户在品质、成本和数量上的全面需求。凯谷能够领先业界，是本身拥有的产品研发与设计能力及完善的设备，以此两大优势与各厂商的成功合作经验，奠定更稳健的开发能力。以汽车零配件而言，凯谷以多年经验，花费许多时间研究新车及汽车相关配件资讯，随时掌握市场脉动，唯有紧抓住市场的潮流变化，才能够快速了解客户的需求，以及用最专业的角度帮助客户完成产品设计方向。凯谷拥有专业的产品设计 SOP， 从产品设计的草图开始，经过开发人员开会检讨与修正，与客户同意后定案，后续进行逆向扫描，提供客户 2D 设计图，提供 3D 产品资料 mockup， 快速样制作产品测试， 3D 建模，模具加工。安装测试，制作安装手册，量产。凯谷生产线重视的是效率、精准、确实。凯谷拥有多项专业的生产设备，具有大量生产的能力。从 CNC 模具加工机、真空成型机、回转成型机、NTC 五轴雷射切割机、CNC 五轴切割机、KUGA 七轴机器人切割手背、塑料压板机、雷射五轴 CNC 七轴手臂切割机而言，程式设定完成后，并非全部交由机器，工作人员会于过程中初步检视产品表面是否有刮痕、凸点等问题，最后再交由品保人员做最后的把关。有效率的包装线是节省出货时间的最大优势，
完成产品最终确认即可准备出货。这是产品出厂前的最后程序，每项产品皆有各自的作业标准，工作人员依照标准进行主力检查及包装。透过参与海外展览，顺利将产品推广到世界各国，持续多年海外客户的支持，更是凯果最佳品质的印证。今后仍会持续参加国际展览，持续开拓更多的客户族群。